看看对面，这是锤石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免死。我是严厉，我是破坏，我是末日。开个翅膀，行。其实我觉得这不应该叫翅膀，这应该叫剑鞘，是不是跟这个剑挺配的？谢谢 ET 梦里的办卡，感谢初心尘，恭喜的初心生尘啊！谢谢初心生尘。我扎一刀，先 A 兵啊、嗯！好久没玩剑魔了，来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三段 Q， 平 A， 扎一刀，不打了。其实这波是有点亏，我那第一个 Q 歪了，不知道怎么歪的。我扎你一刀，一走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三段 Q，A 一刀，一段 Q 一。二段扣，三段扣不放了啊！等一会儿没技能，扎一刀，耗点盐，一段扣，二段扣，一扣闪，哎呀，他双招，我们也双招，还行吧？哎呀，漂亮，螳螂，还有助攻呢。哎呀！从这个洛克萨斯之手，我们能看出来一件事，什么呢？就是他明白我们 Q 闪，所以说什么呢？所以说一会儿啊，当他有闪现，我们也有闪现的时候呢，我们第三段 Q 不闪了。让他自己闪去，一会儿他要有闪现的时候就这么干啊！记住我这个伏笔。一段 Q， 二段 Q 一，扎一刀链柱，哎呦我，这，哎。哎呀，这不傻逼了吗？真傻逼！你别死了啊！哎哎哎！别啊别别！快别你不能死啊！你不能死，你不能死！怎么让个傻子给杀了呢？Killing spree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我操！
段 Q 一，二段 Q， 三段 Q， 扎一刀。哎呀，这 Q 能中！一段 Q， 二段 Q 一，链柱平 A， 三段 Q。哎呦我，华夫轮回可以啊！一段 Q， 二段 Q E， 三段 Q， 链柱。没关系，你让他放疾跑，他一定这脑淤血了。他已经薛威是有点脑淤血了。虽然我不知道他这疾跑干嘛的。哎呀，我的炮车可以啊！我们好像有点无敌了呀，我看看啊，2425。先来个这个，再来个这个，再来个这个，先把皮牌出了，跑得快点，省得他风筝我们。他连皮孩都不出啊，兄弟，你说你连个孩都不出，一段 Q， 二段 Q。哎呦，走位不错呀，开始走位了，看见没有？嗯，开始走位了，看见没有 ？A 铁字边。一段口链住，二段口扎一刀 ，Q E， 不着急啊 ！A 一下铁字边一段口，这波落手可能还得疾跑上来啊，我不知道他疾跑好没好，可能好了。哎呦我，一走链柱 A 一下，一段 Q 回血，二段 Q 闪，三段 Q 一点烟扎一刀。我的炮车，
下波他啥技能也没有。哎，他是不是交完疾跑了？刚才呀，交没交疾跑啊？应该交吧，他没交疾跑，他追不上我呀。哎呦我操，完了，这波让他给我瞪着了。天，漂亮，螳螂，还好我有布件，还气完了，我估计这绝对的气完了，气坏了。回家了，大招回血14变20细节。哎，这个自我治疗打小兵也有用是吧，这个自我治疗满腔复仇，用鲜血淹没我是带的贪欲猎手，然后我大招一开打小兵是不是也加治疗？你以为我知道他开大的？我不知道，这个我不知道，我只是觉得我没有技能，我那大招不摁白不摁，我摁了吧，我都以为我必死了。谢谢我的螳螂 ADC 死了是吧。嗯，来波野区吧，找一找这蓝枪，这蓝枪怎么跟野区消失了呢？万只逆哥他不进草丛了吗？在这挡一手 ADC 啊，小灯笼，啊，来人啊，什么时候轮到这 ADC 过来能瞅我了呢？好定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 给我链儿，我操！这 ADC 我不去找他，他还跑过来找我。那回家了，先出个死亡之舞，然后我们来个小反甲吧，再把对面吸血挺多的。这波要是不回家的话行不行，找一找的落手吧。这也没有人啊，下路落手呢，落手去中路，落手才九级，他们家普遍的都是十级往下的，塞拉斯还行，十级
这波我去不去呢？算了，不去了吧，也打不起来。来中路打一波团战，看看这塞拉斯啊，跑的是挺快。来，我开大招，扎一刀，一钻 Q， 二钻 Q， 我大不大？MVP 没了，我看看啊，嗯，确实是没了。练度，你给他爆飞了，我们还怎么打？你说，万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三段 Q， 一扎一刀咳血战斧。来，扎一刀点燃，三段 Q， 一走，这不闪现没认出来。先来个死亡之舞吧，我不得，我出这个，我为什么要出小反甲？我不得，我出小反甲，我不出小反甲，我们不够用。大反甲我就不出了，我们再来个九头蛇。让你看看什么叫补刀，上高地了，上吧。不是我不杀人呢，落手了，人没了呀，他也不对线儿啊。打一半人没了，你这咋整啊？我从头到尾我也没碰着个人，猜得了吧。万豪走呗，一段 QE， 一段 Q 练度，二段 Q， 这 ADC 还挺狂，我就没明白你狂什么。狂狼是一种态度，狂狼。哎呦我蓝脸汉，这波这操作给你操的呀，不好意思丢人了，快走吧。为了缓解尴尬，我们决定走一走。我想来一波 Q 一闪，但是我犹豫了，你知道吗？刚才我犹豫了一波，二段 Q 扎一刀。
九头蛇多少钱呢？2400，拆没了。哎呦我好蛋，开大招点炎，一段 Q 二段 QE， 没人往上上啊，这一段 QE 二段 Q 扎一刀，三段 Q 一走，给大家给一个赞，这把我们 MVP， 谢谢。